刀立天宫，神通品第一。这是品题。地藏经三卷，13品，大意如下：第一，天宫神通品，与第二分身集会品，此二品名地藏，乃能化之主。大事分身无量，深入泥里，以孝行化，令出三途，生人天之幽冥教主也。第三，众生业缘品。第四，众生业感品。第五，地狱名号品。此三品名地藏所化之机，即不孝双亲，不敬三宝，造业受苦者。第六，如来赞叹品。第七，利益存亡品。第八，阎罗王赞叹品。此三品名度生之源，即烧香、诵经、造幡、造像，种种善缘也。第九，称佛名品。第十，较量功德品。11，地神护法品。12，见闻利益品。13，诸累人天品。此五品名成佛之因，即令人至诚念佛，不失财法，度尽众生之菩提正因也。若明乎此，则全经大旨洞然。刀立是六欲第二重天。此云33，在须弥山顶，四朵各有八天。中央善见天，是地势所居。地势是天王，于32天是天子所居，合称33天。如来出世，佛母7日末，生此天，佛将灭度。故升天为母说法，以报母恩。佛在刀立天的天宫里现大神通，召集会众，故名天宫神通品。神通二字，在中国《易经》有云：“阴阳不测之谓神，急而不动，感而遂通。”璎珞经云：“神明天心，通明慧性，
天然之慧，彻照无碍，故名神通。余谓六根清净，皆得神通。眼根清净，天眼通；耳根清净，天耳通；身根清净，神足通；意根清净，有宿命通及他心通。若烦恼漏尽，即了生死，成就漏尽通。佛以神通现种种身，具一切智，说种种法。如来有不可思议的神通。今佛在刀立天，放无量光明云，乃佛神通之一也。如是我闻，一时，佛在刀立天，为母说法。今是经文。诸经首皆具六种成就，证明是佛所说，又名正信序。第一，信成就；二，闻成就；三，识成就；四，说法主成就；五，处所成就；第六，众成就；六是成就，方能说法。第一，信成就，不信何用闻？我们学佛，第一条件就是信，信仰三宝，绝对信，信之极点，证入三宝之体，三宝不从他得。佛宝者，汝之性也；法宝者，汝之智也；僧宝者，汝之行也。所以，《大智度论》云：“佛法大海，唯信能入，唯智能度。”《金刚经》云：“信心清净，即生实相。实相者，三宝之别名。信则万法现前，故一切经从信而入。儒家则云：不成无物。如是二字，是信成就。信则言是法如是，故信是第一成就。第二，闻成就。如是之法，我从佛闻。佛法虽大，或见色明心，或闻声悟道。如来在世说法，弟子闻声悟道。《金刚经》云：“
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不惊不怖不畏，当知是人甚为稀有。此事闻法直下承当，从闻信入，故云闻成就。否则成就个什么？第三，实成就，欲知佛性义。当观时节因缘，时节若至，其理自彰。无人修行，善根成熟，物果自来。普门品，观音三十二应身，因善根成熟。乃现身未说法，若不成熟，虽说法亦不悟。今一时者，众生善根成熟之日，即是如来说法之时，法王加会。说听事毕，大众获法义，故云一时。若不获义，云何云时成就？第四，说法主成就。佛为说法主，佛者觉也。无明梦觉，不但生死了不可得，而且佛境界现前。佛境界一一功德，皆能度众生了生死，返迷归悟，与佛相同。所以。佛说种种法，能度种种众生，故云说法主成就。第五，处所成就。佛说法，必有处所，或者天上，或者人间。在人间说法多，在天上少，尤其是刀立天。佛曾两次在刀立天说法。第一，佛初成道讲《华严经》。上生刀立天说十住品。第二，临灭度时，与弟子俱上天宫，三月安居，为母说法毕。即说此地藏本愿经。以六道群灵，咐嘱地藏菩萨，在刀立天说此经，即是处所因缘成就。第六，听众成就，为母说法。这一句是佛有三身，法、报、应。法身清净本具，报身功德修成，应身处处应化，
若化身无儿乎有，则不须父母。如应身示现人间，降机息前，视同人法，则有生身父母。阿弥陀佛，亦有父母。经云：阿弥陀未成佛时，其父月上转轮圣王，其母后殊胜妙言，释迦佛，其父净饭王，其母摩耶夫人。佛诞生七日，母后升天，佛成道，人间说法，有缘众生度尽，但圣母未闻。所以佛升天为母说法，圣母闻法悟道，即证须陀洹果，报答母恩，以尽孝顺之道，令末法众生人人孝顺生身父母。梵网经云：孝顺父母师僧三宝。孝顺是至道之法，孝名为戒，亦名制止。所以如来为母说法，宣扬孝道。儒家亦有百善孝为先之说。佛经云：孝顺是至道之法。古德云：在家无孝子，出家无高僧。又云：起首三界主，大孝是家尊。累劫报亲恩，积阴成正觉。观此偈，则释迦成佛道的正因是孝，因孝顺心积德而成正觉。为母说法，众弟子皆闻，皆增长孝顺善根，此事众成就。尔时，十方无量世界，不可说，不可说，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，皆来集会，赞叹释迦牟尼佛，能于五浊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力，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。各遣示者问讯世尊，此乃随喜孝顺，赞叹五浊度生之文。十方诸佛与释迦同体，释迦孝顺，十方孝顺，释迦说法，十方说法，十方诸佛
与释迦牟尼无有彼此之分，所以十方诸佛功德相同，佛佛道同，众生迷而不觉，故有彼此你我之分。今日释迦为母说法，十方诸佛来集，随喜赞叹，同赞释迦牟尼佛，在秽土教化刚强难化众生，演说甚深稀有难信之法，是为甚难。量以诸佛在净土成佛，无五浊，容易信此法，在五浊恶世教化令信，是为甚难。所以为诸佛称扬赞叹。五浊者，一见浊，量由诸法乃和合因缘而生，无有诸法自性，众生不解，妄见诸法，执为实有。变起自他、人我、彼此之见，有人我见，不能见到，故云见浊。二、烦恼浊，因有人我，彼此对立。于中变起是非，而生憎爱、怨亲、嫉妒等烦恼，炽然不息，故名烦恼浊。三、众生浊，烦恼内熏，发动身口七支，造取舍、憎爱等业，随业受报，六道轮回，故有众生浊。四、命浊，既有轮回，则有一其受报，受咬穷通，各个不同等命运，故名命浊。五、劫浊，前世浊炽盛，三灾尽起，众苦充满，故名劫浊。既有五浊覆障，则一时之理难显。故如来以大神通现种种身，以大智慧说种种法，从实施权，以方便利，化其出三界，离五浊，过五百由旬，到宝所，则人人知三界生死是苦法，出世涅槃是乐法，从此超凡入圣，故云知苦乐法。
若非方便利，则五浊难离，刚强难化。所以诸佛赞叹释迦如来善用方便，以大智慧神通调伏众生之苦乐法。《法华经》云：“定慧力庄严，以此度众生。定慧力者，即不思议神通智慧也。此经在《法华经》后说，应作如是解。”释迦牟尼是梵语，此意能忍即默，能作佛事，人即众生，即然不动，默契真理，用悲智利民。是娑婆教主，本师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师父，我辈皆依佛学随佛出家，故云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诸佛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来，就有不可说不可说这么多佛，一世界一佛，每佛带一世者，是大菩萨，俱来天宫。所谓主语半句，国语音来。佛佛遣世者，问候释迦世尊，在娑婆世界广度众生，身心安乐佛，少病少恼佛。众生亦度佛，教化众生得无疲劳耶？世尊是佛之通号，一切佛皆称世尊，为世出世间所共尊，故名世尊。是时，如来含笑，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：诸佛各遣世者，问讯世尊，赞叹如来能于五浊调伏刚强诸众生之苦乐法，如来不居功，故含笑，笑众生自悟自度，与我何有哉？一切众生自性皆含一切功德，能度一切苦厄。所谓病中有药，而不能自觉。如来亦不过以众生之觉，觉众生之迷，破众生之迷，显众生之觉，令其自觉、自悟、自度而已。
假如众生自无功德，忍如来怎样说法，亦不能度。含笑者，为笑也。如来笑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而不自觉。又笑一切众生闻佛说法，即能自悟、自度，故佛笑得过。世尊拈花迦摄微笑，也是这个道理。所谓世尊有密语，迦摄不复藏，故此微笑，今日亦复如是。诸佛有密语，世尊不复藏，众生具密语，如来不复藏。为笑者，笑众生是佛，而不自觉耳。佛法在平常日用中，众生日日用之，而不自觉，能不令悟者微笑。孔子曰：“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耳。吾无形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大道在目前，虽在目前而难睹，所以令圣者悯之。今日如来度众生，只不过因众生本具光明而自度之，如来不费吹毫之力，岂不令佛微笑？到底众生自性具有几许功德，今日如来含笑，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，乃是众生本具功德，唯佛乃能知之。所谓大圆满光明云，此光明云若独佛有而众生不有，怎能称圆满呢？既称圆满，则佛有众生亦有，方叫圆满。所以如来先放众生自性本具圆满光明云，表示众生与佛无异无别也。大慈悲光明云，众生自性能与法界之乐，能拔法界众生之苦，故名大慈悲光明云。大智慧光明云，众生自性能断一切无明烦恼惑，故名大智慧光明云。大般若光明云，
重伤自信，有大智慧，照见世出世间一切法，若是若理，若因若果，若凡若圣，无一时而不照，无一法而不知。照穷法界，故云大般若光明云，大三昧光明云。众生自性，从性起用，凡有所作，无非三昧。所谓十梵三昧，语言三昧，说法三昧，念佛三昧，礼佛三昧，显色身三昧，乃至84000陀罗尼三昧。人空三昧，法空三昧，真如三昧，有如是等无量三昧，故名大三昧光明云，大吉祥光明云。众生自性。凡有所智，无不罪灭福生，或去智来，逢凶化吉，遇灾成祥。聋者能听，哑者能言，病者痊愈，故名。大吉祥光明云，大福德光明云，众生自性，能令众生得人天福、人王福、天王福、梵王福。声闻福、缘觉福、辟支佛福、菩萨、诸佛圆满福，故名大福德光明云、大功德光明云。众生自性，能令一切众生断见思惑、尘沙惑、无明惑、84000尘劳烦恼，究竟得涅槃之乐，故名。大功德光明云，大皈依光明云，众生自性，自有一体三宝，为一切众生自归自依。所谓自归依佛，自归依法。自归依僧，大赞叹光明云，众生自性，具有三宝无量无边功德，赞莫能穷，故名大赞叹光明云，放如是等。不可说光明云周遍法界，
六祖所谓自信具恒河沙功德者是也，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矣，又出种种微妙之音，所谓谈波罗蜜音，施波罗蜜音，忏提波罗蜜音，毗梨耶波罗蜜音，禅波罗蜜音，般若波罗蜜音，慈悲音，喜舍音，解脱音，无漏音，智慧音，大智慧音，狮子吼音，大狮子吼音，云雷音，大云雷音，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已，又从自性能出种种微妙之音，度脱众生种种烦恼，成就种种功德。所谓谈波罗蜜音，众生自性能生能舍，犹如大地能生万物，能舍万物，供养一切众生，又如涌泉，涌而复涌，涌遍大地，利益动植物，自性亦复如是，能舍财，舍法，舍神力，利益众生。咽口所谓开济物利生之门，三坛等施，施波罗蜜，众生自性无染，不染五欲六尘，使道三业清净。咽口所谓身业清净，正无上道；口业清净，正无上道；意业清净，正无上道。忏提波罗蜜，自性无生，所以一切恶念、惑念，皆本自不生，而正道生忍、法忍、无生法忍，忍则诸恶不生，故名忏提。波罗蜜即是道彼岸，心生是此岸，心不生不灭，即到波罗蜜之彼岸。毗梨耶波罗蜜，自性无间断，是名精进。一经云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，就是精进之意。无妄明经，物理明尽，趋妄物理，故名精进。普贤行愿品云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，
吾有疲厌，就是精进之意。《法华经》云：“善男子，我与阿难等，于空王佛所，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菩提心。阿难要多闻，我常勤精进，是故我已得成阿耨菩提，而阿难多闻故，护持我法。修行贵乎精进，如肌肤软，不能间断；如猫捕鼠，不可须臾离也。若能精进，七日无间，可其取证，往往悟道，故名精进波罗蜜。禅波罗蜜者，梵语禅那，此云静虑，静中思虑，静是止，虑是观。静虑者，止观之别名也。大学云：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如是皆以此法用功，所谓不假禅那，无有智慧。若只观其修，定慧等持，意中清净，便到彼岸，故名禅波罗蜜。般若波罗蜜者，般若称为妙慧，即是良知，智是心之性，水以湿为性，火以热为性，地以坚为性，心以智为性。心生一切法，智知一切法。知而无知，无知而知，知一切法，离一切相，得一切智，故名般若。般若知一切法，而不着故，能空我、法二执。正二空真如之理，道真如之彼岸，故名般若波罗蜜。上来六波罗蜜是自度，下慈悲音、喜舍音是利他。慈能与乐，悲能拔苦，喜者随喜他人一毫之善，舍者所修功德回向法界众生，自不享受。如《金刚经》云：“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，菩萨所作福德，不应贪着，即名为舍。谢脱因，令众生离生死苦；无漏因，令得涅槃乐；智慧因，
只是兼法，大智慧因，指出是兼法。狮子吼音，说三乘诸法。大狮子吼音，说一乘法。云雷音，在娑婆世间现身说法。大云雷音，在华藏世界说法。所谓现身如云，说法如雷，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已，自性具有如是功德，则何生而不度，何佛而不成？所以如来含笑，显示众生个个具有如是功德，欲缘即能自悟自度矣。度尽众生，不见众生得灭度者。是故如来含笑，诸佛亦含笑。地藏经大旨，尽在于斯矣。娑婆世界及他方国土，有无量亿天龙鬼神，亦极道刀立天宫。此乃见光来聚之文。如来放光明云，遍覆法界，出微妙音，一周沙界。法界有缘众生，见光闻音，君来即会刀立天宫，听释迦佛临终说法，从娑婆世界及他方世界来，都有无量天龙鬼神之众，何故以龙鬼之身而来听法？因为有的众生成疾戒缓，戒缓故作龙作鬼，成疾故有闻法的善根。若人坚持戒律，又多诵经，成疾戒疾，则以人天尊贵之身而闻佛法矣。此世界是名娑婆，在华藏二十重世界海中，属第十三层。极乐世界也在十三层。华藏世界海中有无量世界，此世界是无量中之一。梵语娑婆，此云堪忍。此世界的众生皆能忍受贪嗔痴三毒及诸烦恼，能忍思恶，故名忍土。不但娑婆世界的天龙鬼神，乃至十方无量世界的天龙
鬼神，见光闻音，只是迦摩尼不久灭度。所以皆来天宫听佛复主。所谓四天王天、刀立天、须焰摩天、兜率陀天、化乐天、他化自在天、梵众天、梵辅天、大梵天、少光天、无量光天、光阴天、少净天、无量净天、遍净天、福生天、福爱天、广果天、无想天、无烦天、无热天、善见天、善现天、色究竟天、摩悉首罗天、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。此段文先讲娑婆世界的天众。天者，天然，有天然之福享受，思一得一，想时时来，天衣无缝，甘露自制，不假造作，故名为天。欲界有六天，第一，四天王天，在须弥山腰，为四大天王所居。须弥山东，黄金朵，持国天王所居。南方琉璃朵，增长天王所居。西白银朵，广目天王所居。北水晶朵，多闻天王所居。由于布施，持不杀生戒，孝顺父母，莫生此天。寿命五百岁，人间五十年，为此天一昼夜。第二，刀立天，居须弥山顶，单修十善，无禅定功，莫生此天，寿一千岁，人间一百年，为此天一昼夜。第三，须焰摩天，此云善时分，日月光明照不及，以莲花开合为昼夜，又自身发光明，不假日月之明，故名善时分。第四，兜率陀天，此云知足，于五欲尽，常自知足，又有内外院之分。内院补处弥勒菩萨所居，外院天人所居。第五，化乐天，自能变化五欲之境，而自享受。第六，他化自在天，不劳自化，他天未化欲境，
而自享受，故名他化自在。欲界魔王亦居此天，上来六天，天福自然，而未离饮食、男女、睡眠之欲，故名欲界。色界四禅，共十八天。初禅有三天：一、犯众天，离欲得禅，故名为犯。其色清净，故名色界。众者，民也。梵天人民，故名梵众天。二、梵辅天，此天内有觉观，外有言语，以语言辅助梵王宣扬梵德，故名。三、大梵天，即大梵王，其名师契，主领大千世界。二禅有三天：一、少光天，此天禅定力盛，定体发光，故名。二、无量光天，此天禅定转胜，故光明无量。三、光阴天，此天禅定更胜，内无觉观之细念，外无言语之粗犷，但以种种光明代表种种音声，故名光阴天。三禅有三天：一、少净天，禅力转增，离初禅之喜心，得静定之乐境，故名。二、无量净天，定增乐增，净乐无量。三、遍净天，极净之乐，周遍身心，三界之乐，以此天为第一，故名遍净天。四禅有九天：一、福生天，一切福中，以禅定之福最盛，故名福生。二、福爱天，福无边中，得妙随顺，故名。三、广果天，凡夫人天中，此天果报最为殊胜。四、无想天，又名外道天，外道压迫妄想，妄想不生，一定定五百劫，三界中无处可安置，故居此天。五、无烦天，是阿那含果，下界或近，上界或薄，故生此天，圆真断惑。六、无热天，也是阿那含果，居此所断之惑，转见为薄。七、善见天，障为定胜，见色明彻，
八，善羡天，何止见色，又能羡色。九，色就近天，至色边际，坠极之处，一念空色，便离色界。摩西手罗天，以定得大自在，又名大自在天。此天王三目，八臂，乘白牛，执白斧，一念之间能游大千世界，一念之顷能知大千世界与低头数，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，是名无色界四天。第一，空无边处天，从色界四禅，以方便力灭可见可对色，又灭不可见可对色，更灭不可见无对色，三色一灭，便出色笼，但见虚空无边，故名空无边处天。第二，是无边处天，此天再用方便力灭空视线，但觉视心无边际，故名。第三，无所有处天，再用方便力灭视，视灭一切皆无故。第四，非想非非想处天，再以定力灭无，无灭想现，又以定力灭想，想灭无限，总不能想与无极我，三者一时俱灭，所以灭而非灭。昔日黄龙禅师斥吕洞宾，饶经八万劫，终归落空王者，此定也。以上虽能灭色，而无色之笼不能跳出，故云无色四天。欲色无色是三界，天福享尽，随业受报，六道轮回，不出火宅，今见佛光阴，皆来集会，同时龙众鬼神等亦来集会，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悉来集会。此文乃是如来放光演音，一切有缘众生皆来集会。有缘者与佛有缘，曾在三宝种善根，佛虽慈悲，无缘不度，无善根不能从佛闻法，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礼敬佛，多念佛，与佛结缘，将来就能见佛，多诵经，多闻法，八世田中有佛法的种子，将来就能见佛闻法，否则佛不能见，
法不能闻，那就苦了。今日如来放光明云，出微妙音，天众、龙众、鬼神等众，因有缘故，就能见光闻音，来聚天宫。不但娑婆世界，天龙鬼神来会，十方无量世界，天龙鬼神亦来聚会。可知如来的光阴遍十方世界故。复有他方国土，即娑婆世界，海神、江神、河神、树神、山神、地神、川泽神、苗稼神、昼神、夜神、空神、天神、饮食神、草木神、如是等神，皆来集会。此乃有职位之神，亦来集会。虽身系职，但知如来不久灭度。而不能不来。海神，水之大者名海，海神名海若。此神依海而住，海亦即他的家。例如，我们假借男女身体，而作为人，若离身，但有神魂，不名为人，岂不闻借尸还魂这一回事吗？江神，名江伯，例如中国有长江、珠江、黑龙江。俗云：“伍子胥幕后，为钱塘江神。”河神，名宓妃，中国黄河最长，印度恒河最大。树神，凡树必有神，若神离树，其树必枯。所以佛戒弟子不可着树。九华山志云：王南唐游九华，梦忆老人前曰。樵夫欲相害，公性缘之。明日上山，见树樵夫欲着古松，而物求缘者，乃松也。曰既直愁之，抚构亭于其下。曰一松，山神，五岳皆有神，是大神。山大神大，山小神小，神依山住。地神，阎浮提地神较监牢。本经有地神护法品，
川泽神。川是小水，泽是湖泽。例如洞庭湖神。苗稼神。何为秀者为苗，何秀成实名稼。后稷教人耕种，死后为苗稼神。昼神主昼，夜神主夜。善财五十三餐，曾参普德等主夜神。空神名顺若多。饮食神即灶神。佛教名兼斋食者。草木神依草覆木，乃至种种药草皆有神依附。所谓极易是化为药草，饥馑时变作稻粮。如是等执事之神，皆来集会，复有他方国土，即娑婆世界，诸大鬼王。所谓恶目鬼王、淡血鬼王、淡精气鬼王、但胎卵鬼王、行病鬼王、涉毒鬼王、慈心鬼王、福利鬼王、大爱敬鬼王、如是等鬼王，皆来集会。此乃鬼王来集之文。如来放光明云，天龙鬼神皆来集会。现在讲鬼众，鬼王属阴世间。世间有阴有阳，有幽有冥，冥阳世间，是天与神共居。龙或阴或阳，为鬼属阴，居阴间。人死亦居阴间。阳尽阴现，所以阴间有无量鬼，必有鬼王统治之，令其不越矩，不敢为非作歹，胡作妄为，损恼众生。地藏菩萨是幽冥教主，教化幽冥众生，改恶生善，舍邪归正，皈依三宝，离三途，得人天乐。鬼王亦各司其职，以著名画，利乐有情。恶目鬼王者，目露凶光，对付恶人、恶鬼，
令其回恶向善。但邪鬼亡者，诸鬼但诸仙邪，常游屠宰之场，以兴山为食。须有鬼王而统治之，但精气鬼王即皮舍蛇鬼，状如小儿，专食人精气，放逸之人，摇动其筋，此鬼得其便而食之。又食五谷之气，令其耗损，故有鬼王统之。但胎卵鬼王，孕妇三月成胎，十月胎出，诸恶鬼争啖其胞衣，亦由鬼王统之。行病鬼王即瘟疫使者，若负担纳鬼，主人寒热之病，此事以鬼王身惩诸作恶者。涉毒鬼王，此鬼王心慈，能摄龙毒、蛇毒、蛊毒及一切毒。慈心鬼王常以乐事施人，念念爱护众生。福利鬼王如城隍、土地等，摄人之祸，利人之福。大爱敬鬼王，爱护持戒修行，拜佛念经者，此事以鬼王身免诸修善者。此国土、他国土、如是等鬼王，见佛光明，闻佛法音，皆来集会，尔时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：汝观是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，此世界、他世界、此国土、他国土，如是今来集会，到刀立天者，汝知数否？此乃法性化物，难知其数之文。有的知法性已成佛，有的知法性当成佛，有的知法性未来成佛。梵网经云：汝是当成佛，我是已成佛，常作如是信，戒品已具足。已成、当成、不离法性，法性无以当，以当是假名。悟法性时，无以当未来之别。即云：法性如大海，
不说有是非，一切凡圣人，平等无高下，唯在心垢灭，取证如反掌。佛说法度人，佛以法为师，佛得法成佛，法是佛之师。以法度人，难知其数啊！故问文殊，今日来天宫聚会者，汝知数否？文殊是古佛，过去成佛，号龙种上尊王佛，现在北方欢喜世界成佛，号欢喜藏摩尼宝积佛，未来成佛，号普现如来，现在代果行因，从本垂基，基现菩萨身，辅助释迦。文殊师利，此云妙德等，了了见佛性，犹如妙德等，一切智慧中，以见佛性智慧最为第一。文殊教一切菩萨发菩提心，了见佛性，所以名为大智文殊。以见佛性，必破无明，非大智不能破无明。得大智即见佛性，从性起修，方能成佛。所以文殊是诸佛之母。文殊师利白佛言：世尊，若以我神力，千劫测度，不能得之。此一段文，乃文殊辅助法化。法无定性，有时说之，有时说不知。知与不知，无非利益众生。今日文殊说不知，对众生有利益，发起地藏大愿之行，令佛灭度后，复主众生与地藏，则如来灭度，亦灭得安安乐乐。所谓权巧之智，是化为宜。文殊曰：若以我神力，千劫测度，不能得之者，为地藏大愿作弄引，显示地藏大愿所度众生，有的已成，有的当成，有的未来成，则地藏度生成佛之愿，真实不虚矣。佛告文殊师利：吾以佛眼观故，犹不尽数。佛有五眼：肉眼、天眼、
慧眼、法眼、佛眼。复大士云：佛眼如千日，照一体孩童。大论云：佛眼无事不知，无事不闻，无事不见。一切法中，佛眼常照，云何不知？而云不尽其数者，乃是加一果阳因，训己尊彼，现是地藏所化之众，重重无尽，刻刻不停，用表地藏大愿无穷。此皆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已度、当度、未度、已成就、当成就、未成就，此段开显来天宫之佛、菩萨、天、龙、鬼、神，乃地藏菩萨唯心所造、唯愿所成之文。地藏正穷心地，随愿所成，出生三世如来，随愿所成，故有已成、当成、未来成者。尽意华严经云：因观法界性，心造诸如来。寒山诗云：一佛一切佛，心是如来地。唐译华严：因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地藏九正心地是如来藏，出生三世如来，以满其度生成佛之愿。三世如来者，以度生死，以成佛国者，今来天宫不可说不可说诸佛事也。当度生死，当成佛国者，今来天宫不可说不可说诸菩萨事也。未来度生死而成佛国者，天龙鬼神是也。天龙鬼神从地藏教化，悟明心地，故且以天龙鬼神之身积功累德，行菩萨道，庄严心地，以求佛道，而功未圆，果未满，所以将来成。文殊师利白佛言：世尊，我已过去久修善根，正无碍智，闻佛所言，即当信受，小果生闻，天龙八部，及未来世诸众生等，虽闻如来诚实之语，必怀疑惑，摄食顶受，
为免兴谤，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，因地作何行，立何愿，而能成就不思议事。此乃文殊权谋，发起地藏本愿之文。文殊曰：我过去行菩萨道，先修根本智，了见自性本来清净，属如理智，又名无着智。此修厚德智，能通达无边世界之事，属如量智，又名无碍智。若以我无碍智观如来所说，即闻即当信受，但未来末法之事，小果生闻，天龙八部，智浅障重，虽闻如来所说，无不真实。设使顶受佛言，而不解其旨趣，彼心生怀疑。或久不解，难免发言兴谤，则堕恶道矣。唯愿世尊大慈大悲，广说地藏菩萨，最初因地作何利他之行，利何度生之愿，而能成就不可思议神力，度无量众生以成佛，当成佛，未来成佛呢？唯愿世尊为众解说，令末法众生不生疑惑，断疑生信，获大利益。佛告文殊师利：譬如三千大千世界，所有草木、丛林、稻麻、竹苇、山石、微尘，一物一树，作一恒河，一恒河沙，一沙一界，一界之内，一尘一劫，一劫之内，所积尘数，尽充为劫。地藏菩萨正实地果位以来，千倍多于上谕。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，此乃地藏菩萨愿远行长之文。大千世界的草木、丛林、稻麻、竹苇、山石、微尘，已不可计数，何况一物作一恒河，一一恒河沙，已多无数。何况一沙一世界，一一世界内的一尘一劫，更多无量，
何况一一节内，所积陈述，尽充为竭，更不可量。地藏正实地果位以来所度之众，彼此无量之数，超过千倍于上。实地菩萨正佛法身，能分无量身，到无量世界，上供诸佛，下化众生。实地者，处欢喜地，二离垢地，三发光地，四宴会地，五南胜地，六现前地，七远行地，八不动地，九善会地，十法云地。十地未满，遍证菩提。而地藏九正十地，而不成佛者，为度众生故。其度生本愿广大甚深，所以能度无边众生，已成、当成、未来成菩提。又何况地藏在十地以前，声闻辟支佛地，便开始度众生。难怪乎其愿远行长，故能成就今日来会之众多。文殊师利，此菩萨威神誓愿，不可思议。此句结地藏菩萨从愿起行，由行成就威神之力，不可思议。以此不可思议神力，周遍法界，度脱无量众生，离苦得乐，转凡成圣，其神力巍巍乎，荡荡乎，充满世间矣。若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闻是菩萨名字，或赞叹，或瞻礼，或称名，或供养，乃至彩画刻镂，塑漆形象，是人当得白返生于三十三天，永不堕恶道。此文显地藏神力充满法界，若有善根的男女，闻地藏名，念地藏的功德，念念无间，感应道交，则地藏的功德透入此人身心，此人仗地藏功德，白返生于三十三天，享天福，同时又能见佛闻法，依法修行，
止恶修善，永远不堕恶道。赞叹地藏功德，瞻礼地藏功德，或称地藏功德名号，供养地藏功德，乃至彩化素漆地藏功德形象，如是等悉障地藏神力，生于33天，永不堕恶道矣。文殊师利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，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劫前，身为大长者子，时世有佛，号曰狮子奋迅具足万横如来。时长者子见佛相好，千福庄严，因问彼佛，作何行愿，而得此相？时狮子奋迅具足万横如来，告长者子，欲证此身，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。文殊师利，时长者子因发愿言，我今尽未来际，不可计劫，为是罪苦六道众生，广设方便，尽令解脱，而我自身方成佛道，以示于彼佛前，立思大愿，于今百千万亿那由他不可说劫，上为菩萨。此是佛显地藏，最初发愿度生之文。佛告文殊师利，地藏菩萨，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劫，前身为大富长者子，当时有佛出世，号狮子奋迅具足万横如来。狮子能奋迅顿脱尘劳，前进后却迅速自在，表菩萨入定，却除维系障定之尘，出入三昧结集，便能正入一心，具足万横，一即一切明具，一切即一明足，因此三昧力而成正觉，从因得利号，故名狮子奋迅具足万横如来。如来者，从真如实际来成正觉也。当时长者子见佛身32相，80种好，光明秉柱，心生仰慕，有知佛相好，是拜佛庄严。32相，则3200佛庄严。
如是相好之福，不知佛修何万恒之行，发何四弘之愿而得成就。从性起修明行，依理发誓明愿，不知佛从性起何修，依理发何愿，而能成就如是相好。师子奋训具足万恒如来，告长者子，欲证佛身相好，必须长远之时，度脱一切受苦众生，众生苦尽，佛功德自成，相好自现，灭苦得好果，度苦是好因，欲得极好之佛身，须度极苦之众生。文殊师利，时长者子，闻佛开示，便于佛前，发尽未来际，不可计劫之时，度脱六道受苦之愿，从愿起行，广设方便，解脱六道罪因苦果，而自愿方满，我行始缘，方成佛道，而众生无尽，所以其愿亦无尽。无尽之愿，故名大愿。于彼佛前，力思时常行广之愿。因此，于今过百千万亿那由他不可说解，上为菩萨，广度众生，又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时世有佛，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，彼佛受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，此乃过去不可思议劫前有佛出世之文。佛不是常常出世，经过无数时节，众生善根成熟，感佛出世，例如释迦灭度，我等善根成熟时，弥勒方出现世间，弥勒说法，大众善根成熟，一闻法便悟道，所谓龙华三会，度人无数。过去不可思议劫，这么长久时，虽有佛出世，众生愚痴不知，而佛能知。因佛有三达之智，智慧之过去是无碍，犹如今日；智慧之未来是无碍，智慧之现在是无碍，故名三达智。
所以过去有佛出世，唯佛能知，佛号觉华定自在王者，以定慧立民。觉华定是定，自在王是慧，觉者观也，心如莲花，以慧观心，心开遍入三昧，故名觉华定。如来藏经云，佛观一切烦恼心中，有如来结跏趺坐，俨然不动，德相具足。此乃心中有佛，唯观能知，不观则不知。自在王者，以慧照一切法，得大自在。如《法华经》云，我为法王，于法自在。自在者，将一乘法说为三乘，将三乘说为一乘，故云于法自在。此佛寿命很长，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，梵语阿僧祇，此云无央数，十世人民寿命长故，佛寿亦长。相法之中，有一婆罗门女，素服身后，众所亲近，行住坐卧，诸天卫护。此乃圣女福厚之文。向法者，佛灭度后，佛法流行世间，而有正、相、末之分。例如释迦佛灭度，正法一千年，相法一千年，末法一万年，彼佛亦复如是。正法灭后，相法之时，有一位婆罗门女出现世间，此女是处女。婆罗门者，此云净行，净修梵行，至生梵天故，是印度之大姓也。婆罗门女素服身后，福有三福：一、持戒福；二、布施福；三、修定福。三福具足，故名身后。既然素福身后，品德纯和，因此亲戚宗亲，人人亲近。此女内定外慧，三业清净，威仪具足，
行住坐卧，常在定中，所以诸天善神，日夜亦为永护。其母信邪，常亲三宝，事时圣女，广设方便，劝诱其母，令生正见，而此女母为全生信，不久命终，魂神堕在无间地狱。此乃女母堕苦之闻。其母愚痴，善恶不分，邪正不变，信仰外道，内起邪见，外侵三宝。三宝是苦海之慈航，净之得福，清之得罪。当时圣女见母如此背绝和尘，以是为非，亲见三宝，得无痛心疾首也，乃广设种种方便，又劝又诱，欲阿母舍邪见，生正见，尊敬三宝。但阿母邪见习深，未肯全信，清心还在。不久阿母命终，魂神随也堕在无间地狱了。时婆罗门女知母在世，不信因果，既当随业，必生恶趣，遂卖家宅，广求香花，及诸供具，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。此乃圣女为母心供之闻。圣女有智慧，具因是果，知母在世，心生邪见，不信罪福，波无因果，一切最终以不信真理之罪最大，即其不信之罪，死后必随罪生于恶趣，如何能救呢？唯有供养仗三宝之力，方能赎罪，遂卖其家宅，以资财广求香花，种种供物，至觉华定自在王塔寺中，大兴法界供，供养仙佛即现在众僧，以此功德回向阿母，心大故供大，故曰大供养。
见觉华定，自在王如来，其形象在一寺中，塑化威容，端严必备，十婆罗门女，瞻礼尊荣，背生敬仰，此乃敬如来之文。圣女用种种贡品陈列在前，至诚供养仙佛，举头一望，见觉华定自在王形象在大殿中，塑化逼真，宛如佛在，威德慈容，相好必备。圣女至诚作观，一瞻一礼，如在佛前，背生恭敬如慕，至诚作观，礼佛功德难思议。过去空王如来涅槃后，有四比丘同学佛法，功用力故，逼出无量烦恼，烦恼力大，不能自持，欲作恶业，将堕恶道。忽闻空中声曰：比丘，赶快入塔观相，与佛在世，等无有异。四比丘即时入塔观佛像，睹眉间白毫像，即作誓念：如来在世，与此何异？愿佛大人相，除我罪垢。由观相忏悔因缘故，八十一劫不堕恶道，后成佛果，东方阿处，南方宝生，西方无量寿，北方成就佛。可知观佛如佛在，礼佛功德难思议。思字念言，佛名大觉，具一切智，若在世时，我母死后，倘来问佛，必知处所。十婆罗门女垂泣良久，瞻念如来，忽闻空中声曰：泣者圣女，勿至悲哀，我今是乳母之去处。此一段文，圣女欲知母去处，圣女供佛礼佛毕，欲知母去处，思自心念：佛名大觉，觉一切法，无一法而不觉。假如佛在世，
我去问佛，彼蒙佛慈悲，只是我母所生之处，令我心安。而今佛灭度，谁人能告我？思而复思，不觉垂泪两行。良久，无可奈何，唯要在瞻礼如来，因纯孝洞天，至诚感佛，忽闻空中有声，告曰：弃者圣女，勿过悲哀，我今只是乳母所去之处。婆罗门女，合掌向空，而白空曰：是何神德，宽我忧虑？我自师母以来，昼夜忆念，无处可问知母生界。时空中有声，再报女曰：我是汝所瞻礼者，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，见汝一母，备于常情众生之分，故来告示。此乃如来安慰圣女之闻。圣女闻空中有声，能是母处，即时扬手，合掌向空，而白空曰：是何方威神大德，宽解我一母之忧虑？我自师母以来，日夜忆母，恋母，无处可问知母生界。当时空中又有声报女曰：我是汝所瞻礼者，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，我虽灭度，而法身常住世间，见汝一母，备于常人之情。众生是如来所度，分内之事，故来告示。婆罗门女闻此声已，举身自扑，肢节皆损，左右扶持，良久方苏，而白空曰：愿佛慈悯，诉说我母生界。我今身心将死不久，时觉华定自在王如来，告圣女曰：汝供养毕，但早反射，端坐思维无知名号，
即当之母所生去处，此乃求是生母去处之文。婆罗门女之空中发生，安慰自己者，非别之神，乃觉华定自在王佛，灭而不灭，法身常住世间，明中利益众生耳。既知先佛现前，不顾一切，即时举身自扑于地，为佛作礼，致令枝节皆损，左右势必扶持，良久方苏。醒过来而白空曰，愿佛大慈哀悯，诉说我母生处，我今身伤心碎，未见母故，将死不久。时觉华定自在王佛，以声告圣女曰，汝供养毕，提早反摄，此非汝久住之处。返家后，结家夫坐，端身正念，思而复思，念我名号，念久两忘，仗我神力，便到乳母所生之处。家夫坐，有单有双，若以左足先加右足，复以右足加左足，名如意坐。若先以右足加左足，复以左足加右足，名降魔坐。时婆罗门女寻礼佛已，即归其舍，以一母故，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，经一日一夜，此乃精进不乱之文。无人修行，难得一心不乱。弥陀经云，执持弥陀名号，或一日得一心不乱，否则继续念，或二日、三日、四、五、六、七日，即得一心不乱，佛语不我欺，我们不妨试试，试时切莫生疑。所以古来用功，每以七日为期，能精而不杂，进而不退者，不必七日，三四日
而达目的地。今圣女是上根之人，依佛慈教，俄而归家，以意念早见母故，家夫端坐，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名号，一日一夜，即得一心不乱，与佛神力相应，遍入三昧，即到其母所生之地，忽见自身倒溢海边，其水涌沸，多诸恶兽，尽覆铁身，飞走海上，东西驰逐，见诸男子女人，百千万数，出没海中，被诸恶兽争取食啖。又见夜叉，其形各异，或多手多眼，多足多头，口牙外出，利刃如剑，驱逐罪人，使尽恶兽，复自伯爵，头足相救，其行万类，不敢久视。时婆罗门女以念佛力故，自然无惧。此乃一心仗佛神力，深到地狱之闻。圣女念佛，一心不乱，仗佛神力，忽见自身倒溢海边，此海是业海，作业之人乃见，今圣女仗佛力亦见，其水如沸汤，好多恶兽，其身是铁，飞走海上，东西驰走，追逐男女罪人，其数百千万多，头出头没，在业海中，被诸恶兽争取食啖，同时又见夜叉、恶鬼，其形各异，有的牛头马面，有的狮头象身，如是恶鬼，有的多手多眼，多足多头，口牙向外，利刃如剑，驱逐恶人，使尽恶兽，恶鬼复以手搏，再以爪绝，令罪人头足相救，与恶兽食，其受苦之形状有千万种，令人不忍久视。时婆罗门女游观地狱，虽睹众苦，以仗佛力故，
自然不生恐惧。有一鬼王，名曰无毒，其首来迎白圣女曰：善哉菩萨，何缘来此？圣女以三昧力神游地狱，地狱亦有执宰之官，如人间有地方长官一样。当时地狱官鬼王主理受罪之辈，其名曰无毒。害人之法名三毒，贪嗔痴是也。这个鬼王虽治罪人，然心无贪嗔痴三毒，所以其不偏爱某个罪人，而减轻其罪，也不嗔某个罪人，而加重其罪，更不不分轻重，而乱治人之罪。治罪公平，皆由心无三毒所致，故云无毒。鬼王见圣女形象非常，威仪出类，量非负罪而来，必成通而治，故曰：善哉菩萨，何缘来此？菩萨入地狱，一是游观，一是拔苦，故问何缘至此。时婆罗门女问鬼王曰：此事何处？无毒答曰：此事大铁围山，西面第一重海。圣女以己从来未到过此地，不知此事何处，叫什么名？为善升天，作恶堕冤。圣女多劫以来，未曾造罪，无罪不堕地狱，故不是此处名字。今忽然到此，故问鬼王曰：此事何处？无毒直答：此事大铁围山，西面第一重海。圣女问曰：我闻铁围之内，地狱在中，是事实否？无毒答曰：实有地狱。圣女问曰：我今云何得到狱所？无毒答曰：若非威神，即须业力，
非此二事，终不能到。圣女懂佛经，知四大部洲外，有小铁围山及大铁围山，铁围两山间，地狱在其中。圣女欲争其时，故问鬼王曰：我闻铁围山之内，地狱在中，是事实否？吾独据实而答曰：实有地狱，如人间实有监狱。圣女问曰：我今生未造罪，何缘而至狱所？吾独答曰：有二因缘，一是威神，游观地狱；二是业力，千生受苦。非此二事，终无人愿道。圣女闻言，自知神游地狱，悉何疑哉？圣女又问：此水何源？而乃永沸，多诸罪人，即以恶受。吾独答曰：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，心死之者，经四十九日后，无人祭祀，未作功德，就把苦难，生时又无善因，当具本业所感地狱，自然先渡此海。海东十万游旬，又有一海，其苦被此。彼海之东，又有一海，其苦复被。三业恶因之所招感，共号业海，其处是也。鬼王答：业造地狱之文。圣女自知亲历其境，何不问明地狱之因，将来好去破之？即问：目前所见之水，何缘永沸如汤？又多罪人，给予恶受。吾独答曰：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，将性海变为业海，其水滚沸如汤，于中受诸苦。但地府亦有宽限，如人间一样。心死来者，有四十九日限期，有人待其做功德，可以赎罪免苦，或自己曾种善因，亦可将功抵罪。
否则随其本业所感地狱，先渡此海，在海中被诸恶兽食啖。此海东10万由旬，40里为一由旬，又有一海，前海是身业造罪，此海是口业造罪，其苦倍前，因口业容易造罪，且多故。复次彼海之东，又有一海，其苦复倍，乃意业造罪，亦是念念造业。本经云，举心动念，无非是业，无非是罪，所以其苦更重。何而言之？身、口、意三业造罪，自招自感，而成三海，共号业海，其处是也。昔日圣女耳闻，今亲到其处耳。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：地狱何在？无毒答曰：三海之内是大地狱，其数百千，各个差别。所谓大者，具有18，次有500，苦毒无量，次有1000，亦无量苦。圣女问无毒曰：我只见三海，不审地狱又在何处？无毒答曰：三海之内是大地狱，其数百千，各个差别，种种受苦，郁郁不同。所谓大地狱有18，上等罪恶所感，次有500，中等罪恶所感，次有1000，下等罪业所感，随罪轻重，受苦各有差别。圣女又问大鬼王曰：我母死来未久，不知魂神当至何去？鬼王问圣女曰：菩萨之母，再生习何行业？圣女答曰：我母邪见，积毁三宝，摄获暂信，玄有不敬，死虽日浅，未知生处。圣女游地狱，不见生母，乃问大鬼王曰：我母死来未久，不知其魂神当至何去？
闻神者，阳神曰魂，阴神曰魄。人死魂不死，魂神随也受报。圣女恐母堕恶道，故有此问。鬼王问圣女曰：菩萨之母，再生习何行业？行业有三，法具经云，随其所造业，罪福有果报，恶业堕地狱，善业升天上，高行生善道，得无漏涅槃。为审菩萨之母，三业之中，属何业也？圣女答言：我母着邪见，积毁三宝。但经我时时劝勉三宝功德，劝时则信，劝后还已，依旧邪见积毁。我想死虽未久，但即其业必堕恶趣，故无急于求知其生处，方可设法挽救。无独问曰：菩萨之母，姓氏何等？圣女答曰：我父我母，具婆罗门种，父号施罗善现，母号月地利。此乃地府察性问明，方可超度之文。所以，我们超度先人，必须写清楚姓名及亲属关系，方能按名超拔。若是普利，将功德回向十方孤魂，又不同。如圣女度母，鬼王问曰：菩萨，汝的母亲姓神名谁，方可稽查？圣女答曰：我父我母，具婆罗门姓，父号施罗善现，梵语施罗，此云性善，即华严善现。母号月地利，华严不详。父必随夫张明，故先说父，次说母。吾独合掌，起菩萨曰：愿圣者却返本处，无智忧亦悲恋。月地利罪女，生天以来，经今三日，云成孝顺之子，为母设供修福，
不失觉华定，自在王如来塔寺，非为菩萨之母，得脱地狱，应是无间罪人，此日悉得受乐，具同生气。鬼王言毕，合掌而退。此乃一人修福，众人蒙庆之文。无独一闻姓名，合掌欢喜，即时白菩萨曰：圣者却返人间本处，不必再忧母异母。月地里罪女魂神，曾到地府，云成孝顺之子，为母设供修福，心法界供，供养觉华定自在王塔寺，供佛之福力，令母罪灭福生，已生天上，经今三日，非独菩萨之母，仗佛福力，得脱地狱，此日无见罪人，同时仗佛神力，悉同升天，皆得受乐。鬼王言毕，合掌作礼而退。婆罗门女，寻如梦归，悟此事已，便于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像之前，立弘誓愿：愿我尽未来劫，应有最苦众生，广设方便，使令解脱。此乃福能灭罪之文。凡夫造罪，通通是有漏罪，漏落生死。假如凡夫造福，也是有漏福，漏落生死。所以有漏福不能灭有漏罪，唯无漏福不漏落生死，方能灭有漏罪。无漏福向何处求？向三宝求，例如圣女供养三宝，仗三宝神力，方能灭阿母之罪。何止阿母，而且又能普及大众，令地狱同人同时灭罪，其生天上，犹如燃灯，不但光明照己，又能照一切人。圣女觉悟，三宝无漏功德，无有自信，无定性之福，周遍法界，
能灭法界众生之罪，又能与法界众生之福。悟此事矣，即刻到觉华定如来塔像，礼大宏愿，悟理发誓，愿我尽未来劫所有罪苦众生，广设方便，仗三宝无漏之福，令其罪灭福生，乃至皆得解脱。佛告文殊师利，使鬼王无毒者，当今才守菩萨事，婆罗门女者及地藏菩萨事，此乃结会古今之文。佛告文殊，昔日鬼王无毒者，今日天宫无量菩萨中，才守菩萨事，佛法有七才：一信，二戒，三多闻，四舍，五慧，六禅，七愧。佛法以信为首，《华严经》云，信为道源功德母，长养一切诸善根。佛法大海，无信不入，所以信心清净，方能持戒，善由多闻，闻故能舍，舍则生慧，有慧才能知惭是愧。故信为才之首，才首者，实信菩萨之位也。昔日婆罗门女，因行孝道，感母升天，发大愿，解脱罪苦众生者，今地藏菩萨事。